太意外了，你知道吧？太意外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景哥。今天我的老婆参加了村里的党员的一个选举，就是选举村书记。太意外了，你知道吧？太意外了，100%。他们村的书记100%的以100%的选票当选，这个是多少年来第一次见到的情况。因为以往都是竞争非常激烈，当选的一般都是50%几或者嘛60%几，就这样子。今天100%，真的非常的意外，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出现的事情。我不想多说什么，你懂的，因为你知道的是吧？只有金尚胖他可以100%当选，卡扎菲可以100%，萨达姆可以100%，是吧？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，也就是说村里的选举都这样子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所以老百姓就不要参政议政了，我们没有这个资格，我们只是屁民而已。我也只能说到这里了。行，我只是说了这个情况。如果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，请加关注、点赞、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